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三节圣经都是我们很熟的经文，今天我们来思念主的时候，再一起来重新来提醒一下。这里很简单，只有三节的圣经，他说我们过往在很多信心的伟人走过的道路当中，我们要彼此的鼓励。那么许多的见证人当然是指着前面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所讲的信心的伟人。大家读过希伯来书一定有个简单的印象，最近我们都查希伯来书还没查到这一章，但是我想我们以往读过的都有个印象，前面第十一章认到一大堆的信心的伟人，他们走过的道路。这班人今天已经不在我们当中，已经走完他们该走的路。这些人他们在赛跑当中，他成为我们不断的提醒的一些的鼓励的人，像赛跑里面的人。但是这班人他们不是拉拉队，那他们不是这类人，他们什么人呢？他们是已经走过的，有经验的，跑完了，他们现在来看继续跑的人，成为他们的鼓励，成为他们的提醒。这班人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包围着我们，我们就好好走。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好好走的话，免得我们怎么样疲倦灰心。我问弟兄姐妹，最近你们有没有疲倦？要，谢谢你。有没有很容易疲倦？第二堂比较含蓄一点。你们有没有疲倦？有啊。容不容易疲倦？有问题哦。那为什么会容易疲倦呢？睡眠不够。那我去查查，那专家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人怎么容易疲倦呢？那他说有四个原因。第一就是身体太弱，身体不好当然容易疲倦咯，对不对啊？第二个呢，少运动，这个很常常有了，少运动。你这个礼拜有没有运动过啊？我们该运动的，在该动的地方不动，不动的地方常常动，你嘴巴常常动，身体不动，所以自然容易疲倦哦，对不对？少运动，血液循环的不好啊。还有呢，他说有病，那这个最自然的，有病容易疲倦哦。然后你感冒的时候，平常很有活力的，一感冒的时候，整个人就无精打采哦，那是疲倦哦，有病。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太胖，太胖也可以太容易疲倦哦。但是我想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令我们感觉疲倦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所讲的累不是 physically， 不是身体上的累，这里是讲我们心灵上的累，这个是很要命的。不但心灵上的累，灵命上的累也是很要命的。也许我们没有身体上的累，有没有一些时候你感觉好像很累，做基督徒很累，作为一个侍奉的人，你感觉有些时候希望什么都不干就好了。但什么都不干也不感觉你很轻松很多，没有。真正问题在哪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就很容易疲倦灰心。所以他像形容这一班走过天路的人，走完天路的人，
成为我们的人生当中一些鼓励，这一般人做什么呢？他说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像云一样围着我们，用这个比方来描写。那云对我们来说陌不陌生啊？陌不陌生？加州云不多不多，好像不大多，我们希望它多一点，有点下雨哈。那云可以形容描写写诗的时候，很多时候用云来描写啊，对不对？我们是说啊，一般说看见一些事情啊，很多清清楚楚了，叫做什么烟消云散。那还有呢，就是说香港人最近我听着他们讲，如果有些人讲话讲得很不清楚，他就说你讲话好像一嚿云咁，听得懂哈？意思说你讲话我听不懂，好像一团云一样，一团云，听不清楚。嗯，有好有不好的形容啊。那但是新圣经节的描写像云彩一样，它加上一个字是彩色的，云彩。因为云有多种，有乌云，有白云。云彩是太阳的照射，它变成有彩色的云。他们像这些云包围着我们，那我们就应该好好奋力向前。这三节圣经提到三件事情，三个动作。第一个，我们要奔。既然如此，我要奔，要奔跑。还有第二个呢，要望，要仰望。第三就是要思想。那这是这三节圣经的三个主要的动词在这里。描写我们走天路的人需要怎么做，有三件事情，三个动作。第一是奔。奔代表什么呢？奔代表出要付代价，用力。它不是散步，走天路的基督徒不是散步看风景，乃是要奔跑。那奔跑跟散步有没有不一样？很不一样啊，那运动量就不同了，效果不同了。而且呢，散步会不会流汗的？如果散步都流汗，你有问题了你。那如果奋力去奔跑呢？跑几圈马上怎么样？就流汗。意思说以付个代价，比散步不一样的比较费力一点的要付代价。那怎么付代价呢？那当然有，一般赛跑有赛跑的代价。在这里描写走天路的基督徒，他有一个灵命上的代价。他所描写说什么呢？他怎么说？我们如果有这么多见证人围着我们，叫奔，在奔跑之前有些注意的，要注意。第一个字要放下，接着三个动作。第一要放下，放下什么？放下重担，放下各样的重担。我就问了弟兄姊妹，今天来到这里聚会有没有重担？你有没有担子？嗯，你有反应？多的抬不起头来，讲不出话来，我们很多担子。所以莫怪耶稣讲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得安息。放下各样的重担，人生有各种不同的担子，不同的重担。可能你的担跟他的重担不一样，可能你看为是重担，他看为是不重，有没有可能啊？不一样的。所以圣经没有描写是什么，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担子。重担代表什么呢？重担代表一种的重量，重量压着你走得不快，走得不好。所以这里既然用赛跑员的这个背景来写呢，就是说你在跑赛跑的时候，你不能带很多东西，凡是成为你重量的都要放下，减轻你赛跑的这个重量，对不对？有没有人去赛跑穿西装去赛跑的？有没有？hiking 就有。有一次我在这个圣安东尼奥 hiking 很早那天，六七点去，其实五六点就有人在那边。我看走路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穿着西装来跑，我说奇怪，为什么穿西装来？那我牧师都没有穿，他穿来了。可能是不晓得什么原因，不好意思问他哈。一般来说，越轻松越好。你看赛跑的人呢，他的衣服越薄越好，不，竟然不拿东西，连手表都不带的。既然链子最好不要带，走的时候就会影响你啊。而且呢，有没有带个 iPhone 去啊？有没有一面打一下低头族？有没有这样？
一定是最后一名你，你不行。那你怕跑的时候，一切拦着你的东西都放下，重担。重担就是重量，重量就是拖累你，拖慢你的脚步。那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重担，不同的重担。耶稣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到他面前来，他就给我们得安息。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些圣经只读一半，没有读另外一半。我们以为我们很多重担来到主面前通通丢给他就没有重担了，是不是？圣经也没有说你完全没有重担，没有，他说你要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说你们没有担子？好好读，我们本来就有重担，来到主面前，主将你的重担变成什么担？轻担。轻担不是没有油没有盐那个轻担，那是很轻松的，一样有担子，但是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凡是缠累你、影响你跑天路的，你都要放下，都要放下。求主怜悯，这是第一。第二呢，要脱去，脱去什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不但要脱去罪，还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里圣经描写的非常清楚，弟兄姐妹，怕我们听不清楚。他让我们知道脱去什么？脱去罪。什么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一切的大罪，好可能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就察觉。基督徒对不对？什么是罪？你知道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嘛。很多严重的罪一讲就清楚了。圣经没有说是严重的罪，圣经说容易缠累我们的，可能你不知不觉他就捆绑着你。也许当初你还不感觉他是罪，就像我上次跟你讲的，我们要脱离什么事？卑贱的事情。卑贱的事情好可能当初你不感觉是罪，那是慢慢做，不知不觉做了成为习惯了，那些就成为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什么是容易缠累你？缠累就是说你犯了再犯，也是变成你一个离不开的一个坏的习惯。一些不好的一些言语，一些不好的动作，我们习以为常，慢慢都习惯了，这个就变成缠累我们的罪。清楚吗，弟兄姐妹？好好祷告，我们祷告，主要有什么事情缠累着我的罪，帮助我靠着你能够脱去，能够脱去。凡是影响我走天路走不好的重量要拿开，凡是让我走天路走不好的一些习以为常的坏的习惯言语行为都要离开，这些都是我们不察觉的罪。就好像雅各书告诉我们要擒拿小狐狸，小狐狸好可爱的，但是它破坏力很强的，葡萄刚刚发芽它就咬它就吃了啊，小狐狸可爱不可爱啊？狐狸精的不可爱了，小狐狸要可爱，小狐狸要可爱，小小的好可爱，凡是小的都可爱的嘛，小动物哦，小 baby 哥哥们好可爱。那小狐狸 你感觉你不忍心打死它，太可爱了，但是你不小心它将你一切最重要的东西都吃掉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容易脱去缠累我们的，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要靠着恩典好好来清楚。第三，要忍耐。既然清楚什么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那你要贯彻始终。还有个句国国语叫锲而不舍，是不是？就是既然清楚怎么重要的，就付任何的代价都要做到底。既然怎么重要的，叫忍耐。为什么需要忍耐呢？因为不容易做好，不容易做完整，所以需要求主给我们存心忍耐去做下去，坚忍做下去。所以对付罪是一个长久的功课，特别是容易缠累我们的，
有时候犯习惯了，哎呀，算了吧，不要紧了、啊，过犯了也差不多嘛，都没有什么不好啊，慢慢就来了。这不求吗？就说什么？要忍耐的心去做，要坚忍下去，求主怜悯我们。那这是关于消极一方面的，这是要奔跑，要脱去，要离开一些的事情，我们才能够走得好，才能够走得好，不然会走不好。为什么你看见基督徒看信主的时候受洗之后很好，过了几年走不好，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这类的基督徒很多？也许我们都走过了，都软弱过，都失败过，跌倒过，为什么原因？就是没有遵照圣经的教导来去做，奔是奔的，但是没有好好去奔，没有好好去走。那么第二个字告诉我们呢，为什么要走得好呢？要仰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基督，要仰望他，有目标的去仰望，仰望主。人生不但要努力，基督徒不但要努力，更重要有目标。没有目标的努力是白走的。你今天来聚会是不是有目标？你侍奉是有目标？你做人是不是有目标？需要目标。像赛跑的话，他们一样需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方向是什么？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神城中的耶稣。小字里面怎么说？你们打出来，第二节里面有个小字的一个刮胡，一起来读刮胡里面的字，或做什么？仰望那张真道创始神中的耶稣。不是，哎，原来不是为我们的信心呢，为我们所信仰的，什么意思？为真道创始神中。我们的信仰的目标，信心的目标是什么？神的话语，神的道。这个道为什么可靠呢？因为耶稣基督创始也成终，这是我们的目标，跑天的目标。好好 focus 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上面。所以今天开始主理学，好好去读，好好充实自己，在神的话语中扎实，这是我们信仰走天路的目标。好好 focus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他的话语上面 focus。 有没有看 NBA？ 你们比较人多一点的这第二堂哈、啊、但是西班牙也有看的，西班牙的姐妹都看 NBA。 你不看太可惜了，因为我们 Bay Area 这一队40年来第一次打进总冠军大赛，第一场就赢了，很高兴、哦、那么今天下午5点第二场，感谢主，不应该说我说感谢主，对不起，不是，没有第三堂聚会，该回家看。我们都喜欢看，那特别我们这个 MVP 的也在 Bay Area、哦、那个这个咖喱小子哈，跟我同名哎 ，Stephen Curry 啊，这个好像是基督徒哎，因为上次冠军大赛之前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提到将荣耀归给神。帮助他达到今天是耶稣 Jesus Christ， 很不容易的弟兄姐妹，在公开讲耶稣的名字。还有不但如此，他那个什么比赛是三分球，他来冠军，今年三分球冠军。那双鞋他送给一个病危的孩子，一个重病的孩子很仰慕他，他就故意特别的那个冠军鞋送给这个小孩。这个小孩拿着鞋高兴得不得了，但是镜头照着这双鞋的时候，后面有圣经节腓立比书4章13节，谁在这双鞋的后面？我们就知道这圣经怎么念呢、啊？靠着哪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很宝贵、哦、他安慰鼓励一个重病绝症的小孩，在电视看他射球，好，我拿三分球拿冠军，这球鞋就送给你。他就特别亲身的拿去医院送给这个孩子，很感动人、哦、那看见他是基督徒、哦、我们都很高兴，希望他赢，喜不喜欢？为他祷告，而且打得很斯文，你看见没有、啊、而且身没有纹身，没看见、哎、干干净净的，不一样的、哦啊、为什么这样？我不是讲篮球了，不是推广他了，而是说我看篮球的，看见篮球的专家教练球员，有名的成功的球员，归纳他们一个打篮球的成功有2个原则，你要注意。
他勉励打篮球员两个原则，第一个，对全队要 defense， 防守，防守很重要。你如果得很多分，你也失很多分，你输定了。所以不在乎你拿很多分，你限制对方拿分，你才会得胜。所以 defense 是很重要，团队。那个人呢？ focus， 个人要 focus。不管什么人，你的眼睛只看球，特别是客场，在别人的球场，那些观众，那些所谓拉拉队粉丝啊，对你很不礼貌的，会骂你的。他可以骂你，你不能骂他，一骂你就继续犯规了 ，technical foul， 那你不能骂他的。你怎么样呢？他说很简单嘛，你就 focus， 不管旁边的人讲什么话，不管你的球赢还是输，每一次球都 focus， 因为感觉这个蛮合圣经哦，对不对啊？不管人家怎么看你，弟兄姐妹，不管你走得好不好，在你目前来说，你要 focus， 专注于耶稣的身上，仰望耶稣基督，就是 focus， 有方向。你侍奉主不可能每个人都称赞你的，你说基督徒做得好，当然有人鼓励你，但是你不要期盼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有人称赞你，不可能。可能有些人有反面的消息，有些人可能一个眼神很不好看，很奇怪哦，眼神本来是很简单的嘛，但是有些眼神哦很要命的，而且看你人家称赞你说哇，牧师讲台讲到下台了，一个奇怪的眼神呢、啊，那我就几个钟头睡吃不下，眼神很要命的这时候，因为一个眼神我们就很灰心，很容易的，所以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不管人怎么样，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告诉我们，走天路很重要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为什么仰望他呢？因为他走过来了，他吃过很多苦，他成为我们的好榜样，所以要好好看他。他不是空口讲一些废话的，他做过了，有榜样。其他这些如云彩的人，可能都不够完美，可能他们都有软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看这些云彩的人，是看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好榜样。你要成功，你要得胜吗？看那个有榜样的，对吗，弟兄姐妹？我们头发越来越少，我常常就问有什么秘诀让我头发生多一点，我问了很多，从来没有好的答案。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有个人卖头发水，生发水，我的生发水很灵验的，你买不买？但是那个人是光头的，你买不买？我就不买了，浪费我的钱啊！你自己头发都不生出来，要我买你的生发水，对不对？你自己不灵光。那如果耶稣都没有那个能力的话，我仰望他干嘛？因为他没弄啊，白根，对不对？没有根，没有意义。但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值得你来仰望，好仰望他。那仰望他的话，就得到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这里。他有两种的能量给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能够给他有力量，跨越的力量，得胜的力量，胜过眼前苦难的力量。他胜过有两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他轻看羞辱，忍受是苦难，两种力量。也可以说一个力量能够面对这么多的困苦。第一，能够面对羞辱，面对轻看羞辱，不是不看，轻看他。弟兄姐妹，你做基督徒这么久，侍奉主这么久，有没有人羞辱过你啊？希望没有。有没有给人当面就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明明你是做得很对的，有没有这样？耶稣就有了，你看耶稣基督，能给他很大的羞辱。最近大使命献给我们一个电影，
我都分给很多同工看。这个是耶稣的生平，在讲了人类的历史。里面在耶稣的生平讲出来，讲保罗，讲教会历史，讲到我们，他讲到我们人类影响世界历史人类最深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些话我们都听惯了，对不对？那这个电影为什么它特别，你知道吗？是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所拍的，这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对不对？他能够承认说耶稣基督是领养人类历史的一位主，这就不简单。为他祷告吧，让神真的能够借着这个电影，能够吸引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但是你看的时候，看见拍得真好啊，拍得非常逼真的那个耶稣那个钉十字架的景象。这些我都看过很多这类电影哦，很厉害。那个钉打进去的时候，哇的插破，连这个木头都插破。擦破的时候，血就从钉口滴下来，呼呼，看到我都哭了。弟兄姐妹，好感动。但是我想想，它是电影，它是电影。但是这个电影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是耶稣基督走过的，非常痛苦的。那耶稣之所以能够轻看这些羞辱，忍受这些苦难，它里面有一份的动力在里面，那我们就仰望他。他遇到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那请问弟兄姐妹，你我应该很清楚，耶稣看前面的喜乐是指什么啊？指什么？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景象，他看见他不久3天就要从死里复活，我得着荣耀。他看见那个荣耀、那个喜乐、那个复活。因着这个缘故，他能够轻看眼前的困苦，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该仰望的主。他没有说我们没有羞辱、没有困苦，不是，乃是轻看他。什么叫轻看？弟兄姐妹，轻看就不在意、不在乎，不是不在，不是不存在，乃是不影响我。哇哦，这个需要很大的能量，弟兄姐妹，对不对啊？人家讲我们称赞的话，我们都很高兴，一定高兴的。虽然嘴巴说没有没有了，哪里哪里的都很客气，但真的人家当着你脸来侮辱我们的时候，哇，这个真难受啊，弟兄姐妹，好难受。你如果没有一份的这个能量，你撑不住啊，你很容易的说什么都不干。我遇见过很多这样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交通。他说以前在教会当中是很有才干，很多侍奉的一位老同工，一位主要的领袖，但现在转到别的教会，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干。后来熟了就问他，原来他以前的教会受了很多困难，现在洗手不干，金盘洗手，什么都不干啊，安安静静在聚会就好了啊，什么都不理，安安静静来，安安静静离开，旁边坐的人是谁我都不管他，叫台上那个我认识就好了。那如果哪天牧师讲得好，哎呀，点两个头；如果讲得不好，睡一下，对不对？什么都不管，轻轻的来，也轻轻的回，也去，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谁讲？朱自清讲的，是不是？啊，徐志摩，对不起，厉害哦，这证明你们还没睡觉。啊，真的哦，我们就是这样的，这样做基督徒好不好？太轻省了哦，太轻省了。但是不对耶，受伤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体谅这些弟兄姐妹，受伤了，给人伤害过了。从今以后什么都不摸了，你不摸任何事情就没事，对不对？相安无事，因为你不办事，不办事就没事。但如果你要做事呢，哎，你预备心。那耶稣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做基督徒不是什么消极的，你应该有很多丰富的东西可以享受的。为什么我们会灰心容易难过呢？
可能我们已经离开主远远了，已经离开了这个目标远远，已经没有亲近主很久了，离开他很远，我们就容易灰心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仰望他，仰望他，你必定会重新得力。不是仰望人，仰望哪位得胜的主，仰望哪位创始成终的主，仰望哪一位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些困难的主。耶稣可以的，弟兄姐妹，耶稣可以。所以仰望他，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要想。仰望还不够，还要思想他。你头脑当中让他所有的恩典与慈爱所做的一切，耶稣的一生为你所做的，充满你的头脑， focus 在他的身上。思想不是空洞的思想，乃是有内涵有内容的思想。今天我们守圣餐，同样弟兄姐妹提醒各位，提醒我，守圣餐都有习以为常，每个月都一次算了吧，很简简单单的取，你就永远得不到纪念主的好处。圣经告诉我们，你我都有重担，都有困难，仰望那位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思想他为你所做的。这里想，想到主，思想主所受的苦，思想他为你所摆上。这里思想主，主做了什么呢？这里有两次忍受提到主。思想第一个忍受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第二个忍受是忍受罪人的顶撞。如果十字架的苦难是描写肉体的苦，身体受很大苦啊，被钉苦不苦，被打苦不苦，很大的苦。还有第二种更严厉的苦，这是心灵的苦，人家对他的顶撞侮辱，这是心灵的苦。所以耶稣想想看，耶稣为你为我受了多少苦，肉体心灵都在受苦。想他，想想主，你很苦嘛，耶稣比你更苦。你受伤嘛，耶稣比你更伤。你受侮辱嘛，耶稣比你受更大的侮辱，对不对？他后面怎么说？我们今天抵挡所有困难困苦，还不到流血的地步，还没有。所以想想主怎么样，他忍受了。他为什么忍受，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谁？为谁？为了我们。想想看，思想一下，让主这份的这个伟大的爱充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就不会胡思乱想，就不会想一些不该想的东西，对不对，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个时候，好好想。可能有人对你不起，有人对你做了很不礼貌的事情，不要管他，放在主的身上。有些事情越想你越气，越想 越难过，那证明那个想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功效。真正想的是正面的思考，让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思想他。还有呢，成为我们免得我们疲倦灰心。求主怜悯我们，你我都可能会灰心的。你问牧师曾经灰心过没有，我可以坦白过告诉你，我曾经灰心过，不长了，但是一灰心就很厉害的灰心，不是小灰心，而是大灰心。好像有些人 一直都没病，一病就不得了。有些会啊，我们会，可能我的承担跟你承担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有的。有一天我遇见这些困难，你怎么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你知道吗？天父爱不爱我们？爱不爱？你爱不爱你的孩子？你会不会甘心情愿让你的孩子受苦？不会，除非逼不得已。你的父，我的父也一样，他不甘愿我们受苦。但是如果一些 逼不得已的事情，他会容许我们受苦，容许我们受一些侮辱，容许我们受一些重担，有没有可能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所以要受苦被羞辱，
要讲资格的，你没有资格你不会受的。所以今天你受了一点点苦，哎呀感谢主我及格了今天，但是还要 pass 哦，继续 pass 胜过下去。神知道的，知道你我的承载力有多少，神知道。但当你容许给你这个难处的时候，他给你一条出路，仰望他，思想他，免得我们疲倦灰心，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人，人是有限的，只要你是人你就有人的弱点，只要你是人你就有可能灰心，只要你是人你就有可能软弱跌倒。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跟主紧紧的相连，那就不一样。为什么云会发出彩云的光彩、啊、因为太阳照射它。前面的人成云彩包围我们，因为他们跟主有个非常好的关系。如果离开主远远的话，我们不过是一个浮云而已，好可能搞不好我们成为别人的乌云。我们都是云，但愿我们成为人家的彩云，不要成为人灵命上的乌云。教会里面有乌云啊，不要乌云密布啊，充满太多了，求主帮助我们好吗？不要看乌云，看什么云？看彩云，看彩云。不但如此，但愿有一天你成为别人的彩云，鼓励他，成为他患难中一个可以伴他走天路的同伴。弟兄姐妹，不要难过，我跟你一起走。我们都经验过了，求主怜悯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有个这份能量，靠着主走好这条属天的道路，仰望他，思想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是给我们一位这么宝贵的恩主，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还坐在父神的右边，今天替我们祈求。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的亏欠，你不断用祷告托住我们，你不断让我们描思想你所走过的道路。主啊，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今天早晨，当我们不但得着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因为借着圣餐好好来思念主。天父啊，你知道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哪一个心灵有重担，哪一个被容易缠累的罪缠累的好苦。主，你知道我们疲乏无力，你叫我们正走在信心灰心的边缘，你知道我们无能为力，你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今天借着我们纪念你，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上。